吃的中饭，忘了跟大家讲，这边有吃的有住的，也可以买一些水啊、零食啊，这边都有。这边地址忘了是叫什么，以后如果你不想，如果你以后到乡里面太晚的话，你返期的话可以住这里，或者说你到这里已经很晚了，不想再往前面，这里也可以住，是一个不错的。休整的地方，而且你看一大片盐湖，风景也可以。那我要赶路，我就得继续往前了。这一位同道中人啊，应该在前面不久，这个印子这么清晰，他也觉得这里沙太厚了，转正路了。要不就是今天，要不就是昨天下午，应该是今天了。这么大的风，印还这么清晰，应该是今天。但我是追不上他了，因为我要推车，他也可能是推的。看这个印子，好吧，随缘，往前面走，看能不能遇上，遇上就有个可以讲话的。看看这四周，啥都没有。就这一辆车，没有什么比在对的时间见到对的在地点更高兴的事情了。现在快9点钟了，然后见到这里有几户人家，过去问一下能不能借住，或者借一下羊圈搭个帐篷，要不然这风太大了。如果能成功的话，那今天的行程就刚刚好，就不往前了。叫了下门，没人应。应该是有人住啊，因为这里有辆摩托车，摩托车在这里应该就是有人住的，但这没有人应。唉，先把干粮吃了，把晚餐吃了，等一下晚一点再扎营吧。今天扎营地点，这户人应该今天晚上没回来，一地的羊屎。现在找来块板，要不然味道太重。